这样子刷会比较容易牙龈流血，可是没关系哦，你就是这样子刷。你的门牙我今天还没有补哦，我要让你刷干净一点才帮你补，可以吗？你越刷越好，就会觉得牙龈很健康。这边就不太容易流血啊，相对，那这边就很容易抽进去的流血，牙龈的地方。你说什么？很甜耶。甜？为什么会甜？你知道不要动，知道不要动。没有，你转头的，这样，这样，对，哎，慢慢的，慢慢的转墙，慢慢的转墙，再转再转。再回来点点，再回来点点，好，好。还不是那个放在碗底上面塑胶的那个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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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天然的纹路，天然的纹路很明显嘛，长出来还没有很久的，对啊，然后天然的一条一条的，左边那个门角比较明显，那是角度关系，好，还没长出来，嗯，对，它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吧，然后一直顺那种感觉，我有的是因为它那个上面有一些那些斑，还要上面，那有的那个纹路有的比较深，比较深的它就会明显。哎，头不要动，不要动喽。哎，转正，对，好，不要动，我帮你滴口水了哈。牙齿这样子会渐渐的脱水，你会觉得它那个白白的点点，很清楚，越来越明显。一开始没那么。